and number 35 Brendan Gilbert。对，这波的快攻没机会，后面再给投手的观念打平闪光。不过还是蛮敢投啊，对，很敢投。对球队的这个贡献在防守他 ，AB 遭到包夹，王绿翔到禁区又被拔掉。哇！好，杨和，哎呦，小心！哇！篮板球又一个哨音。好，接到 George 到了禁区要来抢攻，大兵防守投进，喜欢的哈、哦，抢到。钱肯尼、林俊杰、辛沃克，这是钱肯尼下禁区跑大兵，单手直接塞进篮筐。大球队哈，真的是不太会打慢啊。好，球交到了大兵的手上，哇哦，陈友伟会变得非常的全面。对，就是说他如果了解球员的特性的话，在某一个进攻节奏的话，可以这样做这样一个组的主轴，看起来是有效的限制了梦想家。只要球没有打快，梦想家很难拉开比分的。正如直接塞进去了，哇！这个球是要害 Dan 也可以做一个假动作，对，然后去晃过大 B， 然后从中间去做一个外线的投射力道大，大 B 抓下进攻篮板，面对丹尼尔，哦，漂亮啊！格局单手要暴扣，球弹出来，后面还有帮忙的大 B， 走两个，对，真的是他一个手两个。如果说这个时候到了王绿翔，在前场要来挑战大 B 盖他锅子。球最后是碰到比克的手上出界，是这样。球，嚯、哦，对，定板了。好，这个卡位大 B 拿到，其他要协防。对，好球。哦 ，AB 也是摆进去了，绝对鼓励他出手。大 B， 这个球接得有点别扭，不过 recover 马上拿下两分。对，失误之后让他直接得分。篮下的手下还是大 B， 哇，没有丹尼尔，比克。他不用去想要说想要去打火锅啊，你看他是正手进去去抢，右尾切入之后地板球砸呀，又被大兵盖锅。说第二波说可以灌进，你看，他想要后仰去，投篮高度就低了。对 ，George AB 还没有回来哦，二打一禁区要轮番防守啊 ，AB 还在禁区外围，这三分钟可以帮忙抢篮板的。看看大兵的发球。很有危险，再给麦卡洛切到禁区，出手没进，大兵把球给补进，这样换球打总教练要喊暂停了。回一分来看一下，对，非常漂亮一个边线发球战术设计啊！虽然麦卡洛没有攻进啊，这大兵还是跟进了哈。对，这没办法，又再送有点危险，丹尼尔的翻身出手，球没碰篮球，比赛结束。